这是在干？我可不是大老爷呢。哥，这种喜欢吃我最近没有。小耗子，老婆你们真行啊，你知道的，我吃这个河粉一样。来，第一口给老婆吃，哎。今天咋对我这么好？这个河粉没事可以吃。 这个鸡蛋没事儿，来一个鸡蛋给老婆吃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鸡蛋可以放心的吃了。他怎么还不吃走？ 这个外婆菜没事可以吃。他在干什么？是不是开始吃了？我不吃，我在减肥，不吃，你吃。自己都不吃，还让我吃？ 吃饱了，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不吃饱了，哎呀，万一有啥要买的？你老婆也加点芥末吃。啊？咋了？你吓我一跳！我这不是寻思多加点料能好吃点吗？竟然被你发现了。快了！啊，你去给我拿个筷子来。自己咋不去拿呢？你不是想吃吗？这回让你吃个够。 鸡蛋怎么不拿过来呢？忘了。让你多喝一会吧。怎么味道有点不对呢？ 我记得我没放进去。这回是不是蒙圈了？不能让他看我笑话，我得堵着点他。 这是高手，啊，这是高手，这回有味儿了，吃吧，这咋吃啊？吃吧，太厉害了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下把他给引怒了，这太厉害了。
难吃也得吃啊。毛病都是惯出来的。快点吃！这咋还急眼？我都吃完，只要你尝。这咋这么咸呢？咸我也得吃完啊。看你吃的还挺津津有味的。看什么看？看把你给吓得好。吓死宝宝了。你现在咋变得这么凶了？人家还是个宝宝呢。这回消停了吧？说没味的给你加味道了，你还吃这么慢？快点吃！吓懵了吧，哈哈。我都吃这么快了，还凶我？没办法，自己说的话。吃吧，不吃咋整？一天天的惹我生气。我得吃点河粉了。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，真的，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再来一口，太爽了，简直透心凉了。看什么？少林哥！哎呦我的妈！关我啥呀？关你的事，关我的事。哎呦我的妈！真是防不胜防啊！你吃烧烤呢，还吃河粉呢？上次你就整那一大堆破天糊弄我，我还吃河粉呢，河粉好吃。你自己选的，先吃一个串馋馋它。怎么还有肉？再来一个看看它什么反应。这不是空钳子啊！不行，我得换过来。吃两下。这汤粉可不好吃，我这汤咋的？自己选择的，别后悔啊！咋还是空的呢？又是空的，我是不是拿错了？我祈祷一下吧。祈祷也不行啊。这都是亲人的呢，我不吃这个，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，来，我吃这个，我吃这个，你吃这个，让你高兴一会儿。怎么还有五花肉呢？我得想办法弄过来。老爸，你让人家能做出一种事情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就是当你在吃河粉的时候，别人在喝汤；在你当你在吃肉的时候，别人还是在喝汤。那关我啥呀？不关你的事，关我的事。哎呦我的妈！真是防不胜防啊！Thank you.